风起洛阳中，宋轶扮演的是名门闺秀柳然，也就是百里弘毅的官配 CP。 众所周知，古代的婚礼都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所以柳然跟百里弘毅也因为一场婚礼被牵扯在一起。宋轶虽然是个女二号，可是从扮相上来看，却完美的吸引了大众的眼球。早就知道宋轶的古装很惊艳，而且非常古典，这一次看到她的柳然的古装造型之后，更是一不开眼。设计感十足的衣服，不再千篇一律地盘发，让宋轶惊艳了不少人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看宋轶本人的五官的话，或许有的人会说，这种长相在娱乐圈中并不算特别出众，只能算好看。可是在风起洛阳中，剧组的用心让宋轶的古装打扮让人眼前一亮，躲过了千篇一律的风格不说，更是美得独特，回归了十几年前的古装造型，谁能不稀罕呢？风起洛阳正在热播中，宋轶作为女二号也在不断的圈粉，你觉得她的古装造型如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琪琪。